另外一种，这是我们中国的茅台酒，我放进去。 安全值绿色，红葡的酒瓶装的，有酸。所有的检查都不破坏包装，原有什么样就什么样，经过无氧检查，判断安全还是不安全。请大家看，下面屏幕显示的是紫色，有可能易爆，有可能易腐蚀。For this product， 这个产品是在中国名号五。 它比较准确，啊，完全能够适应我们工作的需要，速度比较快，符合航空旅客，啊，这个登机时间要短，人员比较集中这样一个特点。对各位国内外媒体朋友们采访报道，特别是英国的810事件之后，使我们意识到。 防范液体炸弹成为当前一个势在必行、迫在眉睫的问题。给大家放入，备了一些丙酮、浓硫酸，还准备了什么易燃、易爆。